老妹儿啊，找你来呢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这票人啊今年要出去闯一闯，干票大了，找你来呢就是给我们做个形象设计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样你先出个方案。行嘞哥。哎，哥几个精神点，这个兄弟吧身材还不错，发型也可以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吧就是缺点这个首饰，不如加个金链子。行，没问题，安排。这个兄弟身材有一些消瘦，要不然把眉毛剃了，这样就会有一种那种阴冷的气质，还有点神经病，就是那种背后给人一刀子的那种质感。好好好。这个兄弟啊，直接把头发剃了吧，这样呢可以增加一些气场，就是那种光芒万丈的感觉。怎么样啊哥？行啊老妹儿，你这样啊，你湿的乎的给哥一个最低的打包价。行，我给您个打包价10万。哎呀老妹儿真实在呀，一点也不高啊。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。没问题。